讲哟吼，烧烧迄土啊，烧烧火火火火啊亮啊，然后就埋起来，迄、那个空土哟，这我足趣味的。我是乡下人长大的，比较留恋，还有回味以前小时候在乡下农村生活的那种点点滴滴。画家林庆南创作20年，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，没有高深的理论，题材多变，不自我设限。绘画对他来说是一件很高兴的事。他说画画要有兴趣才能长久。画画要有兴趣，然后还要一点慧根，还要一点恒心，没有这些几个条件的话，会半途而废。他强调画物体景观要具有动感才是活的，要有生命和活力才能吸引人。恰甘蔗，我跟他小孩的时候也甘蔗很多年，他拿了一个满车子的甘蔗，重量很大，而且还要爬坡，他前脚一定要很能够扒在地上，有个力量啊，所以我画的那个牛拉的时候有点喘，似乎拉不动了，所以那个车夫他还要帮他推。我跟老师认识将近25年了哈，那我觉得老师的人是一个古道热心肠的人，而且他很乐意来去帮助人家。从林庆南的作品可以感受到他乐观开朗的个性。他说绘画是一条漫长的路，年逾80，能画就画，不必强求，这就是他乐天之命，努力不懈的精神。新唐人亚太电视林立台湾台中采访报道。